现在观赏的这个作品名为夏天。夏天是炎热的，然而夏天的炎热与内在对爱的热烈渴望，何者更为炙热？这是作者透过这个作品意图探讨的主题。当您凝视这个作品，或许会感到一丝燥热。如果您继续凝视这个作品，并且将视线稍稍偏离，或许你会看到另一个人正以同样的视线凝视你。当人们心里想着同一件事，而视线又在那一刻交汇时，神秘的燥热会瞬间袭来，这种感受会越来越强烈。好比你现在可以再看他一眼，你们心里一定想着同一件事，你们一定同时想着，这个耳机也太奇怪了吧。对于这种恐慌，你通常会选择离开。对，你往右手边走，那里有一个侧门，可以透透气。夏天好热，不是吗？你一定想着自己是不是热昏头了，所以。找不到他吗？那是因为你站在阴影里。为了躲避叫人目眩神迷的炙热，你只愿意走在阴影里。绕路也行，踩过水池也行。你心里头不停想着夏天好热，但你一直漫无目的地走在阴影中，真的知道你会走向哪里吗？还是在你心中存在有一丝丝想象，他会不会也在阴影中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而这正是你们的共通之处，所以他一定会在阴影的另一头出现，出现在你面前。现在你们可以确定，你们想着的是同一件事了。夏天好热。您现在观赏的这个作品名为夏天。夏天是炎热的，然而夏天的炎热与内在对爱的热烈渴望，何者更为炙热？这是作者透过这个作品